在地头那里，然后它又挣脱出来，跑出来。如果来的话，肯定跟那个狗狗一起玩了。没有见到，拜拜。哦，那在那个，你在那边啊？那个旁边都有啥子的亮的嘞？它就用来真正的打牙的牙齿，看它怎么痛啊！它也有用于帮狗来回。那你从不能咬下去，等我再掉头再回那回那边去捡。哦，你回那边去。打电话给老妈，然后据路人说就是在这一个村，我们现在又返回这个村看看见不见白白，兵分两路夹住他。我口了好，你们讲我讨了的是进来哈哈耍好吗，我讨的是进来。那是他的炮出来的，闻亮我就跟来到这边了。没有，你也跟来啊？嗯，他跟来。有，那我打他们拿一帮狗肥，我又怕他咬了，我又怕的。现在人家说见吗？现在又没找到，再去其他地方找找。现在工作完了吗？白在哪？白在后面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这里，你看。啊？对对对。白。白。拜拜。拜。哎呦！你又跑去哪里？哎，你怎么看到他的？他听到车响哦。我说你的脚的，脚都还没好呢，又出来了。你看，你可真能跑啊！那不是，找你找那么久。对呀，找老半天终于找到了。爬完，通通下去。好嘞，拜拜。通通，爸又去找哪个女朋友？哎呀，我的应该是找露露吧。露露不在这边。幸好没被偷。对呀。哎，那么浪！哎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有你在，有你在也要骂他。每天就是要去找女朋友，花花不是女朋友吗？对呀、啊，有一个女朋友就够了，你还要那么多？对呀、啊。浪子。再说了，你要这么多女朋友，你好意思吗？对呀、啊，这都简直情商很高啊！好啦，下车下车。是啊。白，你真的是十里八乡很出名的一个狗狗不？好了，大家都认识你了。跟你说话嘞。